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姐姐，欢迎来到豆豆玩乐趣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托米卡迪士尼种种车，然后这是迪士尼种种系列的，跟托米卡公司专门做那个玩具小车车。那迪士尼有跟这个多美公司合作，所以它就有出一系列的玩具小车车。然后今天豆豆姐姐要来开的这个是史蒂奇，这个小车车呢，豆豆姐姐之前在迪士尼买的，在一般的玩具店买其实是不用这么贵的，一般玩具店大概一台最便宜的大概200块就可以买到，那一般大概是售价是250块，那如果是在迪士尼买的话那就更贵了，那时候大概将近快应该是400块台币，就是等于差不多外面两倍的价钱。我们现在就打开来看看咯。哇，这颜色好漂亮哦，天空蓝。然后这是有轮子的可爱的 Stitch 哦，然后这个耳朵的地方是粉红色的，它这边后车灯是非常非常亮的亮橘红色，然后车牌号码是0626，超可爱的。它的这个种种车呢，就是可以把它叠起来，就是这两只是豆豆姐姐之前在影片里面也有介绍过的，看它可以把它叠起来，然后蛮稳的，因为它这边有四个那个角角，就是陷下去的凹槽是可以让它固定住的。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咯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爱你们哟，拜拜。